我的是直接按吗？你也是开始的，哎、欸，要笑什么？错了错了，要笑什么？他竟然在说死，怎么会这样？那要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？Video 正常哎，108060S， 好了，正常了。开始了吗？没有啊。太冷了，全部穿起来。哎呦，我手花在冷，太冷了。带一层啊，带两层太崩了。我的不会了。啊，今天整片都是白雪的树。好好，我看，哎，你这样来。没有什么。我要看我有没有动，没有动了吧？确认。你这样会提早起雾啊？不会啊，我鼻子。没有，那种带真的会。我现在都只管最后才弄。不行，我太冷，我先吹风好不好？我这窗户两边都开着，我很冷。冰水，
有些昨天晚上才来住的人，还在那边看地图。而且那个地图的右上角掉了，一直都掉的。不过那边是奥智赫，所以掉了就算了。觉得今天的树比较大风了吗？有啊，鸡比较多没？走了。走哪边？就切去东莞的路啊。要切去东莞。要啊，上半部就算热身了。
我要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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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。那我这手要捞不上吗？没了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有动力后面也会有人很近啊。Thank you.
他跟我们急，我就要生气了。就啪，宣示他的存在感。说我这么近哦，我这么近哦。看不懂日文字是不是？原来是这些小说修炼成的，看不懂。讲英文都可以。可恶，天哪，我记得讨厌。我好像要那个。你的前面就雾了，你们前面一直有呼气啊，外面雾，外面，你的呼气一直在雾它，因为你这个蒙的这个面罩会把热气往上冲啊。那我就怕了。嗯，我就算了。下巴每次都要冻僵，你刚好摔倒吗？没有啊。通常为什么你那么慢才来？我很慢吗？很慢吗？很慢啊。哪里慢？到换东换路线的时候，你很慢。哦，因为我等其他人先过啊，我要用直的路线，所以我从最右边切过去，我不想要直冲再转弯，转弯会消耗能量。雪还是在那、啊，就会推下去、啊。一个人才推一点点，这么多的雪要把它全部推光，要很多次才行吧？像这里也是啊。我看现在是几点？太阳好像蛮大的。9:27。觉得很亮。限定，他现在卖的券就更贵了，他卖是5000块，因为不是超量。你娘娘打九折的感觉，是我地图脏脏的吗？屁股下面雪场，请看这。没有啊，它就只是列出来而已啊。真的啊，这边没有写说送你500块。没有啊，我点点看好了。字进来之后，他也没有写兑换方法，就
就到了雪场，雪场 Link。好啦，管他的。那总之今天多拿，高兴。说不要进来啊！是哦，封闭啊！那大家都不甩下来，就很特别厉害，大家从牌子旁边进去。你看我们滑那么久，有看到这里有巡逻的吗？好没有哎、欸。理论上巡逻的看到这种人，可以把他叫过来，把他手铐收走。没收纸票。对啊。我们从游乐区有人卡在里面，哦，站起来了。儿童游乐区？那不算儿童游乐区吧？他马上逃走了，快站起来就出去了。对啊，你的锁的格子是在他的 default 的，所以你还可以往下两格。我是说前面凶神，啊，就算了，没看。我觉得那弄很差。你那天掉下来，你就应该知道它就是那样穿回去。没有没有，我以为只有一个洞，而且我竟然找到的洞刚好也是原来那个洞，我没发现它有 N 个洞。全部整排都是啊。嗯，还不错。我的手没力，抬雪板抬到没力。你今天看到之后哎，现在看得到。今天雪说没有下昨天多。哇，在树上。
进来一下子再出来啊。就是个感觉啊。有点酸哈，你不是酸，但它就是一被绊就顶住就要回来。对啊，要渐渐的加强强度，所以一开始就慢一点来啊，不要太紧，尽量慢的速度就不会太紧了。也可以练习侧的这样啊。啊？这都是新下的吗？还是它也不压水？这边应该没有压吧？你说下面才压吗？搞不好下面也没压，这么厚。它没有画，但是它懒得开上来吧？其实这个斜度我有点怀疑它要不要来压。这个车应该很厉害吧？是可以吧？被顶开一大堵，没关系。哎呀，哇，刚刚推那个，推那一下，觉得左脚好酸啊。都要轻重缓急。对啊。脚没力。平哦，那个缆车有开，那个缆车有开，那个网，我说我们之前有滑的那个松雪区的缆车有开。哦，要去坐啊，昨天没滑到。啊、就是往下冲的时候，你看前面，正前方右边就是缆车站，那一栋建筑物偏右边。对啊对啊，那个就是东莞啊。
下啦。等一下啊，我们坐那个缆车之后啊，这一段，有那种还没有人刮过的，哎呀、啊，好像有。那是不能去的地方。可以去的地方。可以去的地方，因为那个缆车下就是那里。冲冲冲！啊，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，所以我要跟着你冲。哦，好。
还有罩子。那果然奸诈。结果的他。对啊。很甜哎。不过这也有个好处。之前累积的血都是今天才会用，没有之前就被用光。其他人在后面排队。等一下就会路过我刚刚讲的梅鸭雪区，你用看的就知道。我还在擦眼镜。哦。你的棒棒没有在上面。
对，那不能滑了，那边都是树。对对对，我们要滑的是下面这一块。我们之前滑过，下面这块从缆车右边下，完全会压雪。而且如果昨天没有人穿过那些纤维的树来这里滑的话，今天这里应该挤蛮多人。大概像这个感觉。我也叫插入雪中。叫我放开！哎、欸，有人真的从那里切过来。那个人滑大概到膝盖、嗯，到膝盖。擦一下，你的口罩要拉出来啊！对啊，就一下下就下去了，大体上跟上面应该差不多，只是这里更深一点，就转弯转弯。你不会要说你看我，要知道。不，我这次要试验看看。嗯，好，切过去看看。哦，好深，好深，好安全。好多哦。我觉得转没几个弯就离开了呢。你可以很放心的滑，很松，很安全。哦，有没有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好深！再弯，再弯，再弯，我录你。你看我到这，来玩个几次吧。那你上面缝开大一点，不要跟安全帽合在一起。然后头发收一收，额头的头发，然后。帽子拉里面一点，你的紫色帽子左右往后推，推到眼镜以外。对。所以你刚把我擦的防护都被我擦掉。好，再推一次，紫色要推走。
左右推开，推远一点。请下巴拿掉好了。不是不是，脖围往下拉，往下拉，拉远一点，拉到口罩以外。你低了吧？啊？你低了吧？哎呀，这样可以。我说我紫色推开，不是把眼镜拿下来，紫色推开，是你用手指。好，你用手指，现在，对对对，左右都要推远一点。好，赶快冲，赶快冲，量一下。好，我看着你滑吧。你去下面看。下面看吗？好啊，好像有波浪的感觉。好像有一种波浪感，有没有？有吗？有，很好玩。有一波一波一波。好，再换你。好啊。不用不用很后坐，放轻松一点，好像就是没什么问题，也不用很用力。总之速度就是慢慢的。好多人来蹭这个哦，我出不去，我出不去。直的稍微左右转就可以了。我刚也差点要倒了。我只看到两个板子往上翘，起不来啊。
尽量不用弯哦，不然怕没速度。呀呀，都可以啊，维持这个速度就好了，不用快也不用慢。你就要冲出去了。对啊，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。我加点速啊，抖一抖，让我出去，让我出去。起雾吗？是起啊，还是起？海超好玩哦。对啊。地下是平，地下是平的。没有，地底下是平的。那我也搞忘记。因为我们的雪板会一直翘起来，一直把雪往下顶，所以我们就是体重往下陷之后，雪板又会往上拉，会一直像兔子跳一样。对，速度，然后你也不用特别把它往上翘。但是我就是有一瞬间看到我自己的板子整个浮在。对，浮起来的时候速度会变很快，然后赶快，反正我们就不用特别做任何动作，就是正常滑雪的方法，它就会沉下去。然后沉下去的时候，沉下去的时候记得身体要准备，那个速度会慢下来，稍微有个预测，这样就好了。嗯，还起雾啊？真的？刚好啊，刚好啊。大起雾啊！哇，全都湿的。你就下缆车台带上去吧。现在脸我觉得冰冰的吗？不会，不要戴哦。你的脸不会觉得冰冰的？不会。起雾的原因通常是你的脸上都是冒汗啊。没有冒汗。有啦。没有。那我看，要怎么办呢？下缆车从左边下，那个雪道，它
换左边，下午右边啊。然后切在最左边的地方也有很厚的。然后现在先往右边，等一下再去看那边我讲的那边。雪板发现这里雪那么厚，每个都笑得跟神经病一样。他们也很喜欢。刚刚应该是真的，我们都没有踩到真的地面，全部都是在雪上做波浪运动。
好啊。波浪，哈哈，看不到人哦。跳跳这么深，跳跳跳跳跳跳，好了，你会不会觉得滑动中好像有上下动的感觉？那换我下去一点哦。真麻烦，一小啊，はい、大丈夫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へえ。就右脚没盯住就脱板了。很轻。对啊，他跟你聊天什么？他也在扭吗？有摔倒吗？没有摔倒，就轻轻。你脸前面的。往前扑了一下。鼻子上都是血，没有。就轻轻的碰到。还叫没有摔倒。好了，摔倒啊，就脱板嘛。爬起来比较累。但是爬起来累死我也。对啊。很费力。我还好，我摔在一个轻松的姿势。
好啦，再来吧。而且我是为了想说停下来，接着我用力不对就摔了。
看膝盖那里啊。太快的话就会浮起来，所以就要走深的地方给它钻进去。倾斜一点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但是如果伸到腰部的话，斜一点应该没关系。下，然后接着从这边跑出去。
这个车头真的有用吗？这，拜。嗯，这下面也陷了一个，这下面，哎呀，还有，嗯，它起来了，那我就下了。要等它，会等啊。停住啦，动不了。你弄那些太多血了啦，出来动不了，好，你要不要下？我下下去这边要不要？但是我现在过得去吗？好。嗯，可以啊，都可以了。
是啊，是啊，达到个速度就是在那边跳跳跳啊。我没听到啊！啊？我完全没听到、啊。你什么时候讲的？没有完全。听不到、啊。那等一下就直接去啊。
次滑这里的时候啊，还会看到一些小绿叶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你就一月的时候吗？上个一月来的时候。是。我们也有滑这一道啊，大概滑了一次还两次而已。因为这个我记得很陡，很可怕。没有很陡。没有啊。没有。但是有松雪，那时候我们还无法驾驭。我只是觉得后段的时候，我怎么在就是没有陷下去了，在雪上飘啊飘啊，对啊，跳跳跳，对啊，很好玩。那个是依照你后座的程度而定。所以我下去的时候靠后座吗？你如果比较不后座踩的比较紧的话，你可以陷的深一点，然后后座的话就会比较飘一点，速度会比较快一点。整块是平平的，厚厚的一坨，所以我刚看到这里，刚看到这里的时候，这里才两条，然后其他是厚的，后来现在已经被大部分人都刮过了，就没了。在这里刮走就跑到旁边去了，那里的话有人一直穿过去，再怎么刮还是在这个雪道上。在那里好像有点太夸张。在那里躺下去的话会很深。在那个旁边侧滑过去的地方，保证超厚，但是太多人在那里不好。也下雪了。哦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只是风在吹而已。你是说树上的？对，树上的。啊，一堆人跑过来，这次就不用录了吧？自己玩就好了。你要不检查一下外部的门反应啊？没差，有录就好了。就是这里玩，就是在一团混乱。出了一点点太阳，你在除雾吗？你看看这样，会，对啊，可以插到这么深。所以我刚说要不要躺这样，但是算了，要吗？啊，那拖把你要小心点哦。但是我要怎么录呢？
哪一块？这一块。对啊，这块。那你要帮我那个？你要站稳哦，不要不小心就陷下去。我先清一清。好了，我可以了。好了。慢动作还是正常？慢动作吧，我可以回去，可以回去帮他加工，变成这各种速度。你等我一下，站稳哦，站稳哦，每个都踩一踩，踩稳以后再站上去，可以吗？两只脚上去，嘿，我可能只能倒上半身了，脚没有办法，快点。好，来了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，整个脸都不见了。脸都不见了，坏掉了，不会啦。好了，我录好了，把它拍拍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嗯，我看到了，好，等一下。高破，高破没差，你先不要短它，你先把这个收好，收好。我看一下，啊，你帮我按开，我要看。按开还看得到吗？你要按立嘛。好。我按不开啊，你要帮我按。开直播了，好。有吗？有啊。你太慢了吧。有在动吗？就是怀疑没有在动啊。有啊。有有有，好。太松了。怎么全被埋死？看不到脸啊。还好有场，不错。嗯，人不见了，太松了，太松了，完全没。我眼睛雾到不行。你再擦一擦喽。你再擦一擦。哦，勾破洞呢？没事，勾破洞都没有。你要低头，然后清理那个帽子里面的那一堆血。你先摇一摇，才把眼镜拔下来。摇一摇眼镜，摇眼镜。在上面有一大堆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头都陷进去了，怎么回事？哎呦，帽子这里也有一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手套掉了。好深哦。嗯。还弹，全部弹起来把我盖住，不见了。哎呀，折到手了。用脚踹几下。嗯，可以吧？因为这被都被压过了，所以谁先都可以啊。我从上面看着你好了，现在用看的就好了，不用滑太远，停不下来也不用硬停。我的视线好累。好，
正常，继续啊。那我现在下去好了。换边换一边这样，对啊，好，继续继续，哈哈哈哈哈，有看到吗？我有看到啊，你往内岔的时候速度会变慢。拍下来啊，好，走啊，你先啊，我先，休息好再走。不用往上爬，哈哈，往下放就会滑了。嗯，稍微转一转就有了，开始咯。速度不要太快，应该超过你控制的速度了吧？太后座了，太后座了，这跟绿线没什么两样，用绿线的滑法就好了，踩实就好了，没事没事。对啊，因为飞不去之后你都会找不到，要挖很久。算了，你再帮我捡就好了。对啊，我看你滑下去啊。我想要拍给他们看。
插在这啊，要停在这，插在这啊，因为我们要坐这个缆车啊，走过去啊，对啊，这样不是比较好吗？哦，不用搬，没有啊，就再坐一次一号再上来就好了啊，但是主要是玩这边啊，而且一号可能要人比较多。跑过来，我没有忘记啊，我要让你喷出来，没那么可怜。帮我拍啦，我今天全身都是。没有，滑一滑就没了，好像不是很稳。哎呦，因为是松的，好像不是很稳。我还好，你擦了就让你过去。欸，让他们这样，我两只一起擦，看起来我就会重量的问题，利用惯性，再来一次，好，很好，一个很好。现在停下来感觉脚趾是动动，大拇指我刚刚一直都觉得脚趾冰冰的，这样有没有走太远？好像有点后悔，算了，快姐姐你再这样用板子路回来也太累了。对呀、啊。看看你的愿望会否成真。就是要有咖啡厅诶。怎么现在就脑中觉得好像有一个，越想越有。但是我怎么记得好像很难过，好像高山只需要2000多块，我想问你成真。不知道。我们的鞋都好深哦，我的鞋很深哎，你看踩一脚，我的鞋的那个底下很明显，没有。累死我了，好好玩，很累，看。你几乎都是在口罩上的，口罩跟脖围上而已啊。根本就有餐厅嘛，任南菜，根本就有餐厅嘛，任南菜。好了，不管有什么，总之可以吃的，应该不会是那个吧？吃到饱吧？都拍好了吗？嗯，是啊。结果是，真好快哦！3980呢？为什么那么快？你真的要吗？不过这边都3000以上哎。怎么普通一点的？信州沙梦2000块。啊！救命了！我是说，这个是什么啊？这是假什么？为什么那么贵？还是沙梦吗？那么贵、啊？不用管为什么，那这边呢 ？Drink 没了 ，Kiki 800 ，Kiki。